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在着眼后疫情时代，加强发展规划对接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，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。当前中国东盟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未来前景更加广阔，双方媒体合作大有可为。中国东盟中心愿与各合作伙伴携手前行，开创中国东盟媒体交流与合作新局面，为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贡献。